大家好，最近很多人问我说刘谦老师的神出鬼没的香烟怎么做好。这个神出鬼没，既然是神出鬼没，我也来个神出鬼没。叶三，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没搞错啊，神出鬼没一根香烟啊，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在接下来。这个这一根香烟借了让它神出鬼没，第一步很简单，手上是空空如也，只有一根香烟，我把香烟握在我的左手，这个握在左手这边搓一搓，揉一揉，再吹一下，叶三，是的，香烟就消失不见。当然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肯定没有，当然左手右手，左手右手肯定都没有，那香烟在什么位置？这样，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没搞错，香烟又出来啊，这个就是神出鬼没的香烟。如果你配合别的手法，比如说配合好香烟握在手上吹一下消失，你要从这边就出来，就是配合一系列的手法表演，非常的帅气。好，当然也有一点难的小手法，想学的朋友进入教学。好，神出鬼没的香烟，首先就可以出来香烟，这是怎么做的？好，你从我的这一个面看啊，其实我一开始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看到吗？叶三，夹出来看到吗？然后我说抓起来，对不对？抓起来的同时这样子看到吗？其实这个手啊，这样子没有了，其实在这里看到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最后展示两个手是空的，其实是这样夹住，夹住挡住这里的手，这样，这样，就是一直挡住这个烟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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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看不到，然后最后再把它夹出来，然后再用刚刚的手法把它变出来就可以。好，一定要多多练习非常难的手法，学会的关注我小龙带你玩魔术。